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，请大家准备好纸和笔，现在开始练习第三课的生词。停，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信心，信心，能力，能力。通知，通知，律师，律师。专业，专业，另外，另外，收入，收入，咱们，咱们。其次，其次，诚实，诚实，改变，改变。十，准时，不管，
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。坚持学习，您的中文一定响当当。谢谢观看，我们在第4课再见。